是在公投运动中，他为了用反共议题发起的真爱俄罗斯公投，因此涉及到反共报复同能源转型也同议题同受到关心。提案方言比三角的限制唔得当，注重三角而赛走，来反正保佑俄罗斯的生态内。韩国因为赛走过后，唔会是到欠天同非核加严的政策没冇冲突。经济部系提出高外推的方案，因为三角的建制有一个时候性同必要性，系个魔咒市场被迫的用天不唔啦，要从环境同能源的问题持续加严的。下个天使长期持续来关心，也看公投案做得通过么？会影响台湾能源转型的方向。真爱早教，真爱早教，联署达标，联署达标。超过七十万份家境外做交公投联署书，只共一箱一箱接近送入中心会。三月十八，从旗子内数据做交界群部团体，总算梦到定义，希望透过七十万件改变开发案。你要是好，我等随时欢迎，安尼政府的长官了都要来，拢来等沟通啊。总共一沟通都是要有诚意，要来解决问题。你喺台门外头，你下都可以是大开来咧。贷款做早事件，控制新年新年，农委会同街下街土建建政府，就亚盛土肥补助法同关心做早，把做亚盛土肥重组设施扩建，你本太家开始就知道土建海船街太谈做早。控制六年总要配合政府能源转型政策，淘汰碳足胶气系统第三处一发天热气接收站投资案，加下开发面积要两百三十二公顷安泰，甚至嘅问题正系破坏足胶生态嘅争议。国家上控制青年推办对切片界积极补助对通物财产都被控三户，淘汰碳足胶本已发现到。这个财产都被控三户，它本身就是生活在潮间带的这个三户。它对于浪的这个抵抗程度，在搬迁了以后，它是不太可能，在我们过去所有的搬迁的经验是不可能会存活下去的。保护财产都被共产府系公房嘅重点，同五空一百年十年出版，管统工业区工业工环境查案度，中央提出回避题材修正报案，同开发面积对两百三十公顷缩小到二十三公顷，请委托款平台维宏用支票官方文件打通支票通过。通过了都讲，安尼早教吼都改善，我本计要去了第三天然气接收站，当本人失望啦。都将种种施工为全球破坏造就生态，看不团体三年未来用百万重启消费同政府宪法，唔空空年年地进一步发通呼叫公投联署。都托公投先按松天了后，建立铺每天能投五一初三，用三只公位推方案来做推进。为对同本来嘅工业工向外晒四百五十五公尺，当地按一点五公里嘅海拔，对工地对环境嘅影响。外推以后就不用再去浚挖了，好、哦，那不用浚挖就不会去影响到水下的这一些胶体。我们把它从2014年一年要用到1839万吨的煤，我们把它降到去年。用到1229万吨的煤，降了足足610万吨。那这样的降煤，是因为我们在北边的通宵电厂三部机组完成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天然气来增加供电，可以减少台中的燃煤的使用。总统蔡英文十点一地甚至投一百种总统的身份转到泰坦造礁，基础了强调用天的重要性，没重新基因同对环境的影响共同前提。再一次的说明，就是三阶没有盖在造礁上。那当然我们要保护的不只是关心造礁，我们更要保护大坦造礁。不过，昆同代表每套建议了后，都用加重相片不转政府的讲法。桥墩和那个临时栈桥的下面，通通都是连绵的藻礁。我要特别强调，就是连绵的藻礁，没有他们所谓的啊哪个地方又有空隙了，他们就在那个空隙打桩。潮水退了，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。
今天正好应验了这句话。那这个是我们评估过对潮间带的藻礁影响最小的方案。那提到说我们有这个谎言不谎言，这绝对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在2018年的报告就讲得很清楚了。勒斯洪头一天困境公投案，包含困境保护同能源转型列入议题。公投前，警方双方各个表态理念，勒从公投嘅签名结果，会影响全民嘅未来。客家新闻王英车、刘义平特别报道。